民市长蒋万安首次前往议会开工团拜，议长戴锡清、资深议员秦惠珠，还有连任成功的游淑慧等人出席。民众党林真宇、张志豪也来捧场。但六十席议员来了不到十席，场面似乎有些冷清，就连同党议员也没到齐。我会当大家最强大的后盾，只要是对的事情，请各位不要落去就丢啊。开工日也跟市府员工拜年，勉力拼就对了。但为民求福利，难题更得解。市民关注台北市副市长确定由立委林奕华出任，然而到底何时会上工？那相关人士的部分，我们一旦确定，就会跟大家来报告。蒋万安没有正面回应，但林奕华转任副市长却选择没收补选被诟病，引发关注的不止如此。蒋万安刚喜获三宝，甜蜜的负担似乎也让他有点累。三宝爸有特别累。大家看我的黑眼圈就知道哦。那我想太太比较辛苦，三宝也很乖，是一个天使宝宝。尽管挂着熊猫眼，但市政没有假期，新春开工也得即刻上工，就盼让市民有感。三立新闻蒋文琪、朱淑君台北报道。